会来看，伫圣经马可福音书第二章，耶稣伫加百农诶所行所做诶代志，啊所发生诶，啊要帮助咱做伙来思考。伫分享之前，咱三家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会当伫你诶圣经，好了，你诶百姓来到伫你诶面前，这是阮信仰永远稳定。主啊，恳求你诶圣心，也到阮三家伫底，互阮诶心会当明白。你所要开始的，我要将下边时间好好分流你的锻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故事，我咧讲的时阵，我说老阿公，啊，这段故事真侪人讲过，啊，所以我爱讲一个较特别。啊，我伫遐现半工，看半工，我想讲，看袂出来，无说咧叫我讲，干嘛无赶快伫倒位，所以我就。较圣贤的感动，啊，甲咱兄弟姊妹啊，做伙来分享。伫今仔日的经文甲故事内面，啊，咱会当我要甲大家做伙来看三个部分，因为有三种的情形。耶稣，伫人来找求要找耶稣来医治伊的身躯的问题，啊，伫遮内面，咱会当看到三种的情形。真侪人比较支持要听耶稣来讲的，就是马克，伫马克所写的耶稣内面，其实就是做无用的。第一章头前，第一章伊受试探了，啊，就开始传道，啊，拢无条文道来针对伊，煞只个就是伊病甲肝火。啊，虽然伫头前的服侍内面，耶稣拢有反复讲，受伊病的人唔通去四界抱怨，因为伊的身份、的时间还袂到。所以袂当伫头前咧所行啊，所做遮个是伊病甲肝火内面，啊伤紧着去犯规伊个身份。所以到第二章开始，伊来咱所看，一直到后壁个经载，马可个作者伫遮咧讲耶稣个时阵，拢是伊耶稣去到倒位时阵，正人着拢就回伊。耶稣去到倒位，众人就拢就问伊，啊，是安怎众人要就问耶稣的？伫马可的口音看不出来，伫路加福音书五章十五节，有真侪人就进要来听耶稣讲道，伊内面嘛是有嘛，因的身躯、因的身，因肉体软弱，甲患病会当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原来遮个人，不管是患病还是患着鬼遮个人。其实，伊虽然也袂当遐尼紧着明白耶稣的身份甲使命，但是因却大声先知影讲，因家己是毋盲，有人会当甲伊医治的，因为因知影因家己是患病是患着鬼，所以对因的主持，对因的主持，咱会当看到讲，因就问耶稣是因为因对因家己生命的熟悉甲明白，找耶稣。无论是伫来求问耶稣啊，来找耶稣来医病人，还是讲听到遮抱怨的，是袂讲，遐有一个人这个医病肝火的，啊，不管伊是啥物款的心态，等伊自己伫耶稣的身躯边时阵，拢有伊家己的理由。但是伫遮，这四个人带这个半岁的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耶稣。看见伊的信心，信心是会当看见的。对马克的记载来讲，信心是会当看见的。耶稣所看到的是跟这个半死的人、这四个人因的信心，是一个团体的信心，嘛是因行动的信心。所以咱知这四个人跟半死的人，伊是出自信心的行走，出自信心的行走所得到的回应。所得到的回应是主的什么？主的儿乐感恩的。其实伊嘛会当搁等较久的，等讲哎，这个人这么样搞，这么样离开，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来骗钱，我再观望一下。其实对伫因来讲，伊嘛是会当搁等待，搁较明确耶稣的身份甲伊的所行，搁较再明确一点，伊甲来决定，伊要安怎做。伊要安怎来面对因的问题？所以，
对人信心的行走，佮佮单台耶稣的官兵，官兵佮面面佮较面面，对遮个人来讲，佮一项较简单的。你若是一个患病的人，你听见，迄有人真敖真敖医病啊，真敖赶鬼啊，啊，你是一个患着者，还是讲你是一个身躯有问题啊？对你来讲，更想看刚才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你的随时好，我就要去试看。对你来讲，个怎样？较简单去回应。那你来看，通常啊，那是被治疗医治，亲像台大就侪名医啊，师大路咱家有一间皮肤科，王真宪，我大概。停车停过时阵，迄门下口啊，拢挂牌足侪人，伫遐咧等买药的。其实啊，真容易讲、一个真牛的医生啊，其实真容易讲，有人可以受到伊的医治了啊，啊，伊的名声就安怎，就传开啊。啊，就真侪人安怎，就想讲要去试看卖。所以耶稣若是伫遮，伊敢若是。伊伫遮看病，也是讲班长遮犯着鬼的人，伊着逃跑。对头前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的描写来看，伊是耶稣若当时安尼做，伊袂受着伤大个咯，伊袂受着伤大个反对。因为头前的经文记载就是讲，伊医病伊赶鬼，啊，伊予凯哥的钱。其实后壁拢无写着啥物人反对，因为他就是行善事嘛，做好事。其实耶稣若是伫第二章开始，伊就是安尼哦，互即个伴随的安怎好，反复你起来行，就无后壁遮个对话。毋过马可是伫即个所在，第一摆写着耶稣咧服侍时阵，宣布人会做安怎？得到赦免，耶稣伫咧医治之前，先去处理罪的问题。伊伫遐讲，细囝啊，你的罪得到赦免。其实这句话听起来怪怪，有点怪怪嘛。因为人来到伊的面头前，迄个问题是安怎？是因为伊是一个半衰，伊是袂当行路，伊是一个身躯。有问题的人，伫遮个问题是，伊是半衰的。迄四个人跟一个半衰的人，因所欲医他的问题是，你就把我医好就好，你就吩咐我起来走就好，就这么简单。我皮肤不好，就是让它变好就好。我长不高，你就是帮我开个刀长得高一下，这样。就是你只要解决我身躯的问题就好。但是耶稣伫遮讲，细囝，你的罪赦，你的罪得到赦免啊！细囝，你的罪得到赦免啊！实际上，对耶稣的所讲，予咱知影讲，这个人伊判病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伊内面的罪。对犹太人来讲，对古犹圣经，咱会当明白讲。常常罪甲病是牵涉做伙，但是因为咱即卖医学发达啥物，所以还佫有咱信用上个神学的问题。其实咱即卖袂比较甲病甲罪牵做伙，我们现在比较不会这样子。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伊面对人是破病，还是开刀的？是垃圾，其实对于来讲有洁净跟不洁净礼仪上的问题，宗教礼仪上的问题。所以耶稣伫遮第一摆面对一个身躯有问题的人，伊讲细囝，你的罪得到赦免。耶稣明白这个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伫遮这句话也彰显了显出伊的身份，伊个能力甲官兵，我看到迄恩宇啊，前几个礼拜脚受伤，
啊，我看到他，我会跟他说：“恩宇，你的罪得到赦免了，然后你再去给中医瞧一瞧。”我们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会跟他说：“祝我恩求你，让伊第一来当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啊，帮助伊紧紧好起来。”咱就用这款方式来替伊的。所以耶稣伫遮，伊嘴所讲出的话，在显明伊家己的身份甲权柄，他的身份跟他的权柄，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彰显出来。耶稣的话，显出伊的身份甲伊的权柄。伫这个时阵，有几人诶，马克足厉害。咱通常看到人在开杠，我们很难猜想到对方在想什么。但是马克在遮讲，有几人经学书伫心内咧议论耶稣的权柄，他的权柄，议论耶稣的权柄。但是咱对经文会当看到耶稣的后一个动作，已经表明伊毋敢是一个人的身份。圣经安尼讲。耶稣心内怜悯在因，马上怜悯在因，马上知道他们。这些人什么拢还袂做诶，伊就点点坐伫遐看耶稣吩咐讲：细囝啊，你的罪滴到啥物？伊心内就喵喵咯，啊，你的观点是倒对倒位来？心里面都可能连个呼吸、连个动作都还没换，心里面只是在那样想，心内在安尼想尔。耶稣怜悯在啊。所以耶稣在这后一个动作，表明伊家己的身份。对伊讲，耶稣提出问题讲：，恁心内伫心内议论遮个，甲半岁个讲你的罪孽，还是讲起来拿你的波仔来行，打落一项较快。耶稣随时。下一个讲的对象就是这些经学士，说你的心内是怎样，是怎样这样想。所以对耶稣提出的这个问题，大家一项较快。对人来说，反应可以很快，我们没去到观点可以下面人的罪，我们也不可能反复人去来行罪。所以对人来说，这两项都是很困难的，都是很困难去完成。但是对耶稣来说，若是要让人看，他第一个吩咐是说：细囝，你的罪你就赦免，人敢看得到。若是耶稣站在这儿跟恩宇说：恩宇，你的罪你就赦免，啊，咱正人在旁边看恩宇，咱敢可以确定说恩宇的罪你就赦免？其实咱看不出来，其实咱看得出来，因为下面做是人甲上帝关系，但是为着要予咱，要予其他的人知影讲，耶稣有安尼的能力甲权柄，伊后一个动作就是反复这个半岁，提伊抱仔起来行，提等伊列出。所以对耶稣来讲，伊毋是讲倒一个较困难，伊问的问题毋是讲这两项倒一个较困难去做，伊是问人讲倒一项搭落一项较快，哪一样容易呀？耶稣问的不是问他自己说哪一样比较难，因为对伊来讲，无在上帝无难成的代志。下面是观点的问题，凡夫人可以起来行是能力的问题。观点跟能力都是上帝，都是上主的。所以在人看你的罪滴到下面，用讲的较近，因为什么人也看不到那个结果。但是凡夫人起来行是随时我现在就可以看到，可以证明你的能力的问题。所以在人来看，叫人起来病随时得到医治，对人来讲是比较有影响性，是比较有果效。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独独要让恁知，人主在地里，
有关通下罪。都倒要互恁知，人主伫底里有关通下罪。主透过即款的行作，要互咱知影，那个毋是当事人看见，咱毋通，互伊讲对遮已经下输，对遮心内议论人得到预备得到好的人，对伊讲你毋通议论，要互人得到好，要赦免人的罪，这个权柄是伫上帝，毋是用人的意思，毋是用人的想法，毋是用人的价值，毋是用人对圣经的认识会当来决定。伫马可福音书看耶稣的回应，他看袂出耶稣的生气。伫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同款记载遮，作者在写耶稣的反应是责备的，是生气的，是讲恁是安怎心内存这款的心？你们为什么存这样的心看待这样的事情？好，所以第三个部分，我要做，带大家做回来看，是对这个经学书。对这个经学书来讲，去相信伊所知的、伊所认识的律法，较容易。但是去看去，目睭紧紧看去，耶稣的行作、耶稣的医治、耶稣的赦免，就伫我面头前，相信这个较容易。对伊来讲，倒一个较容易去反应，这是咱来看。针对耶稣的服侍，马可伫遮描写遮个经学书，伊心内反应讲：哎呀，这个人伊讲呛管冷三的话啊，呛管冷三的话。犹太人认为讲，除了上帝以外，其实任何人拢无有下面做管柄。呛管的话，就是讲哦。你讲话想超过，你说话超过你的本分，你偷摕上帝权柄。其实耶稣一讲细囝，你就得到赦免啦。这已经下书，这几个已经下书，随时就知影讲这句话重要。伫倒位，因为伊对圣经就熟的，因为伊对圣经熟悉，所以伊知影除了上帝以外，无有人会当。做这款代志，因为当有人安尼讲，对别人讲，你的罪，你就赦免，伊就是讲伊家己是上帝。其实到这为止，因的所想、甲因的观念、甲因对圣经的道理、甲逻辑，其实都是正确。其实到这为止，拢是正确。伊确实是无人会当做这款代志，无人会当家己讲家己的上帝，无人有观念甲能力会当安尼对。人的软弱甲欠缺来反复来讲，伫主耶稣来讲，我头拄仔讲伫马太福音啊，对这段经文的描写，针对这些经学家、这些文士的内心戏，说他们是怀着恶念的人，他们的存心是跟上帝相敌对的。马太的描述就说，他们真的是很坏，这样想。虽然马克的作者伫遮无安尼直接讲，但是咱对主耶稣的回应啊，咱会当看到讲，其实主耶稣并无真同意因的属客，还是讲因属客的方式。其实主耶稣的反应并没有同意他们心里面议论的方式跟理由。虽然因行为真合得理，很合乎道理，对圣经很了解，对圣经都熟悉。主耶稣想的是要让人得到医治，无论是心内还是信用的，还是肉体的。但是这个经学书所看到的，刚才是讲啊，你所做、你所讲的，到底有合得理无？到底有合得理无？这个所合的道理，到底是合什么人的道理？是合咱对圣经熟悉的道理，还是合咱家己认为？价值的道理还是什么？但是至少马克伫遮个描写，遮个人对圣经，伊提圣经对圣经的熟悉甲认识，
来认为讲，这安尼你袂当违，不能违反，安尼才是合乎道理。但是作为欢迎，互咱提醒，咱袂通唔通用这款的方式来咧看上帝行做。其实，这个平台虽然本来当透过一对圣经道理的所满所在来确实耶稣的作为甲所行就是上帝行。但是因反倒无安尼做，主已经宣告迄个人会做滴到下面，即句话有效无？其实天下事无可能看见迄个人会做滴到下面，甲咱共款，无法度确实是或不是。但是对于对圣经的了解，看起来因是无相信。为了要显出迄个人的罪，确实伊就下面主耶稣用会通看见的代志来甲遮个人、甲遮个疑虑的人来证明，所以伊吩咐迄个半睡的起来，提伊抱啊回去厝。迄个人随时安尼起来，啊就回去厝。证人拢安怎？无影，哎呦，真的，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我眼前。我相信对迄个时阵的人发生这款代志，甲若是今仔日发生伫高年教会。我想咱正来发言，应该都嘛是难呢。天哪，太神奇了吧！怎么会发生在现在这种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但是耶稣无论伫过去还是伫今嘛，拢会带，拢会当，因为甲伊的观点、甲伊的能力来加做伫咱正来的中间。对这个边下书上有力的证明，但是因。就愿意相信。对马克福音书的后壁记载来讲，知影讲这间学书，伊虽然知影耶稣透过耶稣的所行甲所做，伊会当相，伊会当知影，但是伊愿意相信，相信是在乎意愿，相信是在乎意愿。你愿，你家己，你对上帝，你家己有愿意还是无？所以透过咱今仔日的经文，来让这位来学习讲，耶稣透过伊家己的观点甲能力，互咱知影下面做甲预备对伊来讲，毋是困难的代志。经学书透过因的心思甲意念，互咱知影，看见耶稣所做的工，咱就爱坚信，咱就爱坚信，伫咱所相信的灾难，甲所看见的真理内面，咱是用什么款的心态来看待？这四个人，所跟啊甲这个半岁的。因的行动，互咱知影，伫困境内面咧找求解救的时阵，咱是选择用什么款的方式，是有信心的行动，还是被动的等待别人来救咱？对耶稣来讲，没有哪一件是容易或是困难的问题，但是对咱来，对我们作为人来说，对圣经道理的辨别，对生命的感受，生活中所拄到。咱要选择相信什么是困难？我想得当帮助咱，帮助咱反省。伫咱四周围，伫咱生活四周围，伫咱教会各团体，咱的学生，咱的事工内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甲需要，咱敢会当以为咱信心的行动，互人得到上帝祝福？有助帮助咱，互咱的心思意念，伫伊唯一的保守下面，活出伊所欢喜的生命。咱三界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的上帝，我知，伫这个世间，虽然阮的身躯、阮的生命啊，每一日拢一直中断，但是主，阮知，阮有缘无够，阮对你的热情也无够，主，阮对你的敬拜甲虔诚也无够，主，恳求你会当怜悯阮，也帮助阮。每次面对你，每次面对圣经的话语，我有一颗可以谦卑、谦逊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愿意谦卑来学习。主，恳求你也帮助我们高年教会正兄弟姊妹，主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斗阵的每一个代志、每一个人，主我们都有你的疼，有你的感动，有你的怜悯来三斗阵。我也要将我一年的结束。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拢感谢你，因为你透过无同款的代志，来给阮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也恳求你保守阮每年
的日子，当予阮有过去的经验，搁较强臂来跟对你的脚步，愿你透过你的提醒、祝福，甲你现实的保守，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